这里啦，你就不在这个空间，它是现场地方，啊，你不要中途焦点区就 OK 了，这样了解吗？这现场。你自己感觉上的话，应该还是礼拜没有，没有，差的不还我。看着老师差，很那个，很线条，线条性，意境很深。那个公式，只能插三种植物，然后要一握掌的水机跟插一直线。哦，这样看出来是直线，要像一朵花生出来，一种生自然生的植物这样的。花插成像一株花这样。对，所以连它的水都需要加多少，都有规定。水没有规定，要让它吃得到水就可以了。那这花造型设置为什么要造型呢？丽花新风皮三种生。生花新风皮三种生。那等于说，这看起来乍看之下蛮简单，但是这好不好插？它有规则，所以比较不好插。要插的话很快，要插出功力，要插很久。是的，真的，对对对，虽然说想说是要三种花，看起来是在一种一样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对。所以老师的设计都设计出，就强调出那种去想象的空间，知道吗？对，就是欣赏一株植物的美这样子，每一个人插起来感觉不一样。嗯。啊，这是生味道的感觉都很好，对啊。那个重新 NG。